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从哪里来的? 香港。 香港? 台湾来的? 山西。 啊, 中国的山西? 对。 我们从香港来的。 一听韩国就想起来什么，就是韩国人很注重打扮，哦，很团结，哦，很团结，对，确实韩国人比较团结，嗯，注重外表，妆还要练啊，还有就是都一定要化妆才，对对，化妆才会出，知道男的也可以化妆，也有看到，对，都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擦 BB 霜吗？韩国有一些男的也有擦 BB 霜，嗯，还会画眼线，啊，对，我也今天擦乳液水霜。 眼霜、防晒霜、 BB 霜出来的，看不出来吧？看起来很像素颜，很自然，对，因为韩国的话人品好吗？演得很美丽。我觉得韩国的料理很好吃，有吃过什么料理？泡菜呀。泡菜，你说泡菜好吃？对呀。哦，你们不要这么紧张了，就是像跟朋友一样聊天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什么比较好吃？我喜欢吃那个那个汤。 大酱汤、泡菜汤、泡菜汤、泡菜汤，跳舞啊？对呀，Twice，Twice，Twice 很美。嗯，对。在香港很出名吗？对呀，对啊，很出名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也很喜欢 Twice，都很美。你喜欢哪一个？那个最喜欢 Twice 的话，全部都很喜欢，因为都很漂亮可爱。因为。 我蛮喜欢看韩剧的，嗯，所以我也有在自学韩语啊。你在学韩语？我在学一点点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对韩国的印象还蛮好的，主要停留在韩剧和韩流明星当中。哦，吃的就是拌饭，拌饭的，吃的也很好，不错。对，有去过吗？还没有，本来这次回来我就还蛮想去的，但是就来了香港和……那下次来韩国就找我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可以关注你们的频道啊。不过 YouTube 在中国上不了吧？可以，我一半时间在国内，一半时间在国外。啊，你在国外呀？对，哦，你们俩都是。我不是，他在国内。全部在国内啊。韩国就是有很多美女啊，很多美女，帅哥。帅哥。对，然后有很多卖这个美容的那些。美容店。对对，店铺。嗯，然后我喜欢看韩剧多一点吧。哦，是吗？看过什么韩剧呢？《花样美男》。 对，就是比较旧一点，大长今啊，大长今啊，比较旧一点的，对，然后有很多唱歌的那些团队也是韩国嘛，对，Big Bang 啊 ，Girls Generation 那些也会留意，哦，好吃的东西啊，烤肉啊，人参鸡啊，对，生的没有煮过，生鱼片。 会不会讲一点韩语？네，猫。고마워。喂，你会呀？안돼요。안돼요。아빠。아빠。还有呢？오빠。对，오빠。누나。누나。你会懂多呀？都学的吗？还是看韩剧？嗯，看韩剧的。看韩剧学的。一点点会讲的就可以说一下吗？我只会说买。买哟。哦，你来韩国主要是买东西。买东西。你呢？ 我这都不会。丑男，内衣有一米的。My name is 内衣。内衣。啊，内衣。哦，你还有韩国名字？啊，我不会。我看你会一点，会一点啊。啊，你说，괜찮아요。我괜찮아요。还有呢？알았어。알았어。哦，也不요。也不요。哦，会讲的很多呀。就是看韩剧学的。 一般女的会讲韩语的比较多，男的比较少一点。但是这样反过来了，比较喜欢韩国的文化。哦，谢谢。감사합니다。감사합니다。还有呢？미안해。미안해。가자。가자。反正就是最简单、最基本的东西，都是从韩剧来的。对对对。都是从韩剧学的。还有 김치。 김치。 아,部队锅我会说。部队锅，部队锅就是부대찌개。啊，对，찌개。哦，对对对。什么什么찌개？对，什么什么찌개？比如说 김치찌개， 就是泡菜。泡菜锅，因为我之前我有韩国的同学，我有一次给他们做部队火锅。啊，你？嗯，我给他们做。你给他们做？对，然后。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名字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知道。然后我给他做，然后他说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啊，真的。我觉得可能他是恭维我了。那谢谢今天这个采访，啊，我等一下我都告诉你们我的 YouTube。
好，谢谢谢谢，감사합니다。那你们这几天在澳门好好玩，旅游愉快。감사합니다，감사합니다，谢谢，감사합니다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。